宝贝，你赶快啊！这里的风景好美哦。哎呦，你走慢一点啦！哎，你是男生哎，你怎么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女生的脚步比较小啊？宝贝啊，对不起嘛，就是这里阿里山的风景真的太美了，我期待想要看到嘛。哎，老公啊，凌晨的时候你带我来这里看日出，早上又带我去草原来了一场完美早餐，怎么现在才刚过中午就又回来这里？宝贝啊，我跟你说，这里是信义，我们来到阿里山最基本的旅行一定要来信义看日出，然后呢另外下午还有气势磅礴的云海哦。哇，而且啊，今天不只要带你来玩这些基本的行程，我还要带你走出一个玩出一个截然不同的阿里山四季茶旅。四季茶旅，刚刚啊我们都到这个牛埔大草原来一场春季的完美早餐。对呀、啊，这边的草原啊，真的好漂亮哦！而且啊，放眼望去，高山也相当的壮丽，真是适合野餐的好地方呢。听着音乐，享受茶席，还有热闹的市集，这就是我们阿里山四季茶旅的春季爱情大草原。哇，这种感觉啊，就像是回到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呢。还有呢。阿里山有很多的森林步道，每个步道的风景完全不一样。宝贝啊，你平常啊就爱追剧、玩手机，太少运动了，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带你来回走两次我们的迷湖步道，享受森林浴，既看日出又看云海。对呀、啊，这里的步道啊真的好宁静哦，而且空气也好清新哦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！老公，你看这边的观景台，可以看到整片云海耶！赶快拍照下来。宝贝啊，我再跟你说，阿里山最独特的就是茶产业。你看，整座山都是茶园，我带你上山去喝一口甘醇的好茶，高山茶，只有阿里山才有哦。太好了，平常啊我都只喜欢喝咖啡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来到阿里山看风景就是一定要喝茶才对味，而且啊才有浪漫的感觉。没错没错，这就是阿里山独有的喝茶浪漫仪式感。不过我还有更浪漫的哦。还有更浪漫的吗？来到阿里山呢一定要品尝一下在地的特色美食。我今天特别预定了一个星空餐桌，我们可以一边享受美食，一边在这个浩瀚的星空下赏星星，还可以啊赏森林中的小星星萤火虫哦。哦，好棒哦！对，现在是四月，正是欣赏萤火虫的好时节呢。No！ 啊，我说错了吗？可是萤火虫不是本来就是四月才有的吗？宝贝啊，你说的没错，但你只说对了一半。全台湾只有阿里山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萤火虫哦，因为阿里山有非常多不同品种的萤火虫，一年到头都可以看得到。哇！来来来来，宝贝，请坐。哇！这边的美食都融入了茶叶。今晚我们就住在这里，明天呢、啊，我们再去西北廊道区去体验一下茶园跟竹林的乐趣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，不对，老公，怎么？我发现我有笔账好像还没跟你算。账跟我算？怎么了？不是啊，你之前不是说带我出国玩的吗？怎么现在？我带你出天龙国啊！出天龙国就当成出国了，算了，好在啊，阿
验四季不同的阿里山风貌。没错没错，我们阿里山四季茶旅邀请大家一起上山喝杯好茶，一起体验不同的茶产业文化，让我们大家一起享受茶香时光。谢谢，掌声感谢我们海子王俊堂为我们带来的阿里山时光茶旅行哦。